台湾也有一个叫做五共教主少龙徐浩成。这个少龙教主在台北盖了一栋楼，叫做华兴灵修中心，自称的是五教共主少龙。2016年开始招收仙女班，这个仙女班的成员呢，仅限30岁以下，未交过男友。而这些仙女们呢，需要完全的臣服以及终身献身给教主，不得与家人啊外界接触。如果违反呢，死后将会灰飞烟灭。你知道这些仙女的来源是什么吗？不就是信徒吗？不然谁会相信这些啊？对啊，信徒要年轻，还要这样可远性太少了，所以他是让信徒呢带他们自己的加入。哇，我觉得我录完这一集都要被超度了。